不吃，这个领导不吃，好了，再看到时候领导政策，领导给领导说啥都不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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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骗了，没吃完，早起都不会。你可有回家准备吃完了？这回家吃不得？没回就不会。都不会吃吧？那混着吃吧？聊都在那儿飙吃。这都是胶。你得混着吃。这是那在那儿吃嘞，我问你在那儿吃嘞？啊？那都在那儿吃嘞。那走吧，咱中午弄来。这个人，你都在那儿吃嘞？那走吧，咱中午弄来。这个人，你都在那儿吃嘞？那要说飙吃。那我家外边这，我没吃饭，你别说，我就站在那儿吃，在这吃完了。哎，这个包子，用么吃的？放嘴巴，这都么吃的，你么
别降套了，别蹬那玩意儿，蹬那玩意儿，照领导去吧，照市里边领导给他套了降，啊，就用上他俩手里，有勾机在那，这就公众了，照不用他，这他可说是，这一边他俩饭不要吃了，还蹬上了没？放心吧，顶到明儿早已顶到了，没事，顶到后天还顶到了，不吃了，小朋友脚趾不吃了，再没法来了。你那个江南那块，你一会儿救护车都准备好了，救人了。救护车准备好了，已经外国已经知道这个事了。